这个老太不一般，抓只母鸡当宠物，不仅给她织毛衣，还给洗上牛奶浴，每天出门拴根绳就到公园去遛鸡。老太会如此奇怪，只因她是一个空巢老人。自打老伴离世后，儿子一家也搬了出去，甚至就连陪伴自己多年的哈巴狗不久前也刚离去。而默默喜欢老太的邻居老刘，为了让他补补身子，就送了一只母鸡过来。哪知一拿到鸡，老太就拿出剪子把他脚上的绑绳给剪了。怎么，是想养肥了再宰了吃吗？随后老太给儿子打去视频电话，暗示他该回来看看自己了，但儿子百般推脱，以工作忙为由婉拒，实在招架不住了，就把镜头对过去拿孩子出来顶上。顿时老太开心坏了，态度180大转变，笑得脸上褶子都出来了，但孙子只顾着搭积木，压根就没看镜头一眼。老太有些无奈，这时他忽然想起刚抓来的鸡，为了吸引孙子注意，就赶紧把镜头对准了母鸡。孙子抬头一看，哎呦，这还是活的鸡，城里的小娃娃没见过乡下的走地鸡，顿时就来了兴趣，嚷嚷着要回奶奶家。老太一听，立马到菜市场买上孙子最爱吃的菜。刚好隔天是周末，儿子一家来了，老太原本冷清的屋子现在多了份热闹，哪知孙子一心只想着跟鸡玩，吃完饭就吵着要把鸡带回家。爱孙心切的老太理所应当的把鸡给了出去，看着儿子一家离去的身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现在又回到了独自一人的孤独生活。房子安静的可怕，看个电视老太都频频换台，压根就没啥意思。他瞥见空荡荡的鸡窝，心里有些想念。深夜老太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他拿起电话想让儿子把鸡送回来，可开不了口，这要是问了不就奇怪了吗？算了算了，还是睡觉吧。哪知随后儿子突然打来了电话，原来母鸡太过闹腾，把家里弄得一团糟，想抓住却更是弄得乱七八糟，根本招架不住，所以他们决定把鸡送回去，还说孙子以后每周都会过来玩。老太高兴坏了，这哪是普通的老母鸡，分明就是许愿鸡，想什么来什么，这下鸡能回来了，孙子也能见了。见过遛猫遛狗的，见过遛老母鸡的吗？自从老太家里养了一只鸡后，城里长大的孙子直呼神奇，每周都吵着父母要去探望奶奶家的老母鸡，整天抱着鸡爱不释手，有事没事就牵根绳出去蹦跶。虽然孙子一心只有鸡，但孤独的老太心满意足了，现在不仅每周都能见到孙子，儿媳也有事没事给他买买新衣，一天天的都像是在过年一样热闹。对此老太对鸡就更是呵护有加，每次给鸡洗澡都是满满一盆牛奶浴，泡完澡后吹干每根羽毛，洗得香喷喷了就抱在怀里当宰宠。谁叫咱家孙子宝贝这鸡呢？今天儿子一家刚走，老太就抱着鸡来到公园遛弯，邻居老刘见了拍着板子过来套近乎，人家遛猫你遛鸡，你说稀奇不稀奇？老太眼睛都眯成缝了，见老刘热情主动的说要帮忙牵着，老太就放心的去跳广场舞了。哪知这老刘偶尔不是那么靠谱，转头就去围观象棋，全然不知熊孩子给鸡松了绑，抓着带走完了。等他发现鸡不见了，才知大事不妙，母鸡两条腿跑得飞快，扑腾一双翅膀在人群里上蹿下跳，可把一把年纪的老刘折腾得够呛，每次快把鸡逮住了，结果他一个扑棱又跑远了。没一会公园里的大爷大妈都加入了抓鸡行动，可费劲了老半天，鸡竟还飞到树上去了。老太急坏了，这鸡要是有什么损失，我大孙子不得伤心死。最后还是老刘有办法，只见他从兜里拿出一盒虫子，把鸡给哄了下来，看见了吗，这得智取。一下子功夫，老太终于能抱着老母鸡开开心心的回家了。这个老太有点奇怪，居然把老母鸡当宠物养，天气凉了还得亲手织毛衣，专门让母鸡穿上怕着凉。接着老太打给儿子提醒，天气凉了到时过来记得多穿点哈，哪知对方说不来了，因为要工作太忙，就连曾把老母鸡捧在手心的大孙子现在新鲜劲一过，又喜欢上了什么变形金刚，反倒把鸡忘得一干二净。老太这一听心也跟着凉了，期待已久的天伦之乐现在落空，本来养鸡就是想见见孙子，现在倒好，又回到了冷冷清清的日子。但就在他郁闷时，一个噩耗传来，自己最要好的邻居老刘现在也走了。老太抱着鸡站在灵堂上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昨个还好好的一人，怎么今天人就没了。深夜他抱着母鸡坐在床上，老伴儿走了，老刘走了，儿子一家也不过来了，现在呀就剩咱俩互相陪伴了。哪知到了早上，老太一掀被子发现里面居然有颗蛋，他忽然明白母鸡的任务并不是用来讨好，它只是用来下蛋的呀。剧情短片母鸡内容虽短，但看完还挺让人无奈的，靠一只鸡来留住亲人，给它洗澡喂好饲料，试图用它拴住孩子的心，可却忘了它本来的使命只是下蛋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儿子都是顺着孩子的心才会选择去看望母亲。中国式关系一向有着这样的问题，能对孩子付出很多却容易辜负父母，这样的循环不难看出现在的儿子会成为以后的母亲，老了一样会面临现在的问题。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回家看看父母，关心一下。